我感谢你的夸奖啊！事实上，志愿军这部戏啊，就是重点就在于你说的这几句话，啊，你可能记不住他们的名字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志愿军，这个就是我们电影最想表达的东西。同时呢，因为有这么多并不知名的战士出现在我们的影片中间，使得这个戏在结构上有很大的难度，啊，我们是群像式的表现。整体的志愿军，而不是集中于某一个单一个人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在工作量上是非常巨大的一个事情啊。我们努力的去做了，我们也得到了观众的回馈，啊，看了这个戏的所有的观众啊，都认为非常感动，这个感动是油然而生的，而不是你强行灌输的，啊，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做到的。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，啊，非常非常重要。谢谢你。